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Peter。 昨天发完集 T 秀的炸街视频以后，反响相当热烈。我下午在看烟花，没怎么看微信，晚上才知道出了大事。一台 A4 在激烈驾驶的时候打滑 spin 撞上围栏，损坏了对面的五辆车，在打了好几个转以后才在人群面前停下。最终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这辆 A4 坐着板车离开，留在现场的是对面不知所措的五台车的车主，以及这一位21岁的奥迪车主。被撞的五台车里有一台 S4 还是 S5 来着，车主是一位赛车手。只能说碰到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不走运，车子的残值会下降，又会浪费很多时间。不过两个受伤的路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撞击的时候一个车灯飞到人群中，造成了两人受伤，其中一名还是警察。试想一下，如果车子撞到人群中，这个后果完全不堪设想。虽然我一直抨击炸街，但其实在这样的人群起哄下造成的非理性驾驶是更加危险的。根据我个人经验来说，下过赛道的人对公路飙车一般是提不起劲的，这也注定了在路上玩的那群人是最菜最容易出事的。所以看到这里，你还觉得在车展门口炸街或这样危险驾驶可以说是改装文化，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吗？从我的数据来看，B站用户主要是在16岁到25岁为主。可能你们现在觉得这样做看起来很帅气，不畏强权，可以体现自己的个性，但是5年或者10年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一个文化要想长久发展下去，文明和守法是基本中的基本。画面中这位就是 A4 车主，21岁，抽烟花臂，真希望他以后不要自称玩车人。说到这里，我个人其实觉得挺可惜的。为什么呢？ GT 秀这个车展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参加的品牌以及展车的质量，平心而论在国内算第一档的。我觉得问题在于，展会从商业价值出发，相比选址在郊区，他们更青睐于在人流量多的闹市区举办。对于很多不懂或者是刚刚接触改装文化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心中改装车的 standard，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路边这么多人叫好叫牛逼。毕竟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只能说可惜了这一帮国内在苦心经营汽车文化的人。那有人说可以给他们一个地方做发泄，那以我个人办过3-4年的赛道活动来说，没有常识的人会做出什么举动是你永远无法预料的。国外的玩车自由也是建立在每个人都遵守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一点之上的。由于篇幅关系，有关国外玩车的事情以后我再另外介绍。那之前的视频里很多人说我就挑国内负面新闻报，其实不然，我最近在准备上次在上海周末参加的一个改装聚会，那一天可以说是国内的玩车文化高地。我个人这10多年从玩改装车到举办赛道日跑比赛，到现在做自媒体，说到底是想尽我个人的微薄之力来传递符合普世价值观的汽车文化。凡事引导都很重要，千万不要让这一次 A4 的事件变成国内改装圈的常态。好，各位什么看法欢迎弹幕留言，喜欢的内容欢迎在关注评论区分享好友，谢谢，拜拜。